今天还炒了这个月亮豆。好香，辣椒掉了。我的香辣梅豆腐开胃，这个梅豆腐真的好好吃，很细腻的那种，吃的今天吃的这个是香辣口味的。肥肉，
好吃。拜拜。今天这个猪蹄烧的特别好，炒了个老豆皮，它正好刚做好，炸个茄子，哇，好香啊，满满的馅料。有点烫嘴。
里面是韭菜、鸡蛋和粉丝，好香。好好吃，外面煎的酥酥脆脆的，它是满满的馅料，好香啊！再来一个，这样一袋里面有十个，然后它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拍两袋更划算哈。收到货不用解冻，就小火锅里放点油，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，很方便，真的好好吃，特别香。再吃一个，很好吃。里面的韭菜鸡蛋好香，粉条很糯，真的好好吃，拜拜。